警官这边道具拿出来，来验证。哎，各位，验证是给客人戴的，是，待会不要跟记者来，因为啊 ，OK， 好，没有，王先生手举起来，干嘛？各位，我们要开会。什么啦？你们三个就是不一样的。我叫他们好几次，因为各位，我叫他们这个牛仔那个也打一个眼罩，哎，不是这样子吗？不是不是，来，我们待会不要跟记者，要看我们牛仔眼睛遮起来，帮我一下，来，掌声加尖叫，来，大家掌声鼓个掌，再一次，好，你就是爱杀人，好。还可以开玩笑，各位哥是最后的工作，就是要跟人烟草，因为一般人看到这个工作太危险，就是看不到这辈子摔下来，他们怕。但是问题手中真的有十个小时，其实你看他喝很多，所以问一下这个先生，问一下现在这个位置，他靠谱。老婆在，不怕不怕。老婆，老婆在哪里？老婆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老婆在哪里？不认识了，不是。哎呀，到，哎呀，就是去，在哪里？我见了。哦，有，有人看到那边对。哦，你是问一下，先生来，老婆在那边等你说话。最后。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交代？没有，事情要至少留个密码吧。哎，不是我还是提醒你，没有哎。老婆在那边等你。对，密码是，还是你要讲密码？密码是什么密码？给我讲就好了。可是我说，其实他在这边很担心，所以最后有三个字让他开心一点。这个我什么爱你？我爱你。不是你都讲出来了，我再一次啊，大声一点来跟老婆讲一下。I love you。哦，我爱你，好了，那个掌声鼓励一下。最后的一句话啊，那么快，我们还是给你掉。可是先生，心里准备，心里准备，心里准备。OK。因为从这边到台就一言难尽。哎，那个先生，那个暂时暂时，我们一起数一二三 ，Are you ready， 先生？好了，开始，一起数一二三。掌声鼓励一下，厉害吧？真的是很勇敢，没有好不？没有打到，没有打到，你怎么样？没有怎么样？没有这样，没事了，没事。恭喜你，真的很勇敢了。可是我问一下，哎，你没有怕？没有怕？没有。没有。为什么那么口齿？哪里？哎，这个先生开玩笑，谢谢。开玩笑。这个先生真的是好台湾人，你也是。谢谢各位，我们来这边看我们的表演，谢谢，我们后会有期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希望你回家很快乐。所以我说，如果你从台湾来的，也说谢谢来进行弄相关。不是为这边说，如果你从国外来的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香港或是中国大陆，也谢谢你们来台湾玩。我要祝你路途愉快，一路顺风，回家平安。谢谢大家，我们后会有期。谢谢。OK， 各位，这个表演完毕了，完成。可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个活动，你们看到现在看到的我的左手边，我的右手边，你的左手边，就是这边，你们看到很多马尾进来，各位不要跑，因为现在很难得你可以骑马，或是在旁边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骑马的活动，这马上会开始，马会进来。